海象恶劣，巨浪滔天，渔民记录中途岛海域惊人巨浪。而一艘台湾渔船疑似在上月底遇上这样的巨浪，宜兰苏澳级渔船永裕星18号前往太平洋中途岛一带作业，但从上个月30号开始，李姓船长跟家里失联，无线电也失去讯号。永裕星18号，永裕星18号，有听到无？有听到，请回答。呼叫了无数次都没有得到回应，国搜中心也寻求支援。美国一架定义机在距离台湾4080海里的太平洋上发现失联渔船，但船舱明显破损，船长是出现一个大洞。更诡异的是，不管飞机从哪个角度都没有看到船上的人，神秘船员人间蒸发，家属心急如焚。请政府帮忙，可以帮我找到我老公。还有我那些船员，想到丈夫和船员至今生死未卜，船长太太难掩情绪痛哭。但船在人不在其实非常罕见，就连服务40年的渔业电台人员都是首次碰到。啊，那有可能两三天都无人伫顶头行，啊，就是出问题。随着浪了，浪了破出去。海浪都破出来，全部拢拖出去，拖出来。从发现至今超过3天，已联系附近同样来自苏澳的渔船“金庆福66号”前往查看。渔会也希望政府能向美方求助，从夏威夷出动搜救。目前失联海域浪高8公尺，家属只希望能尽快与船只接触，早日传出好消息。记者林医生、彭新美、宜兰报道。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，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即将开通会员功能，诚挚的邀请您一起来加入会员，挺中天。加入会员将实质的帮助中天新闻维持营运，中天新闻近400位的员工感恩在心。而 YouTube 中天电视会员功能即将上线，相关的资讯更进一步的内容，敬请关注中天新闻直播、中天新闻脸书以及快点 TV 脸书粉专。